大家好，今天我们网友互动有几个热门话题，大家还一直在讨论。第一个呢，就是许议长的事情。这个事情呢，确实反响比较大，民间反响也非常非常大。关于许议长这个事情呢，我还是坚持我的观点，他不是自杀，他绝对不是自杀，他绝对是他杀。 我们就分析这个逻辑因果关系，这个逻辑其实也不复杂，很简单。自杀，为了别人自杀，这太可笑了。也就是说，前面我们分析过了，如果你自己欠了钱，或者你自己走投无路，你自己已经感到自己的生命已经绝望了，你自己已经无能为力的去控制你的未来了，你对后面的人生。 已经彻底的不抱希望了，那有可能选择轻生这条道路。这个在历史上都有无数的案例。无论是从心理学、犯罪学，从任何一个逻辑学方面来分析的话，也就是说，一个人选择结束他自己的生命，就再也没有了。他一定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这个原因就是他对他自己的未来。 已经彻底的失去信心了，不抱希望了，所以他会选择这条路。而你看看许议长，许议长为了谁？为了韩国瑜，为了另外一个人没当成市长，他就认为他自己绝望了，他自己走投无路了。这种逻辑关系根本就不符合逻辑。如果是韩国瑜自杀， 这个还有可能去侦破一下，到底是真的自杀还是被自杀，这还值得去研究。你一个许议长跟韩国瑜没有任何的直接的关系，都是间接的关系，支持者也好，认同者也好，选择自杀来告诉大家他支持韩国瑜，这不是很可笑吗？所以许议长这个事情，无论从 心理学、犯罪学，从各方面因果关系、逻辑关系的推理，以及现场那些蛛丝马迹，其实我们能看到很多蛛丝马迹。这很简单，就他一个人在家，是吗？很多人呢、啊，他们选择跳楼自杀的时候啊，他都是当着另外一个人跳楼自杀。什么意思呢？我们看看很多历史历史的这个事件呢、啊，当他对一个人不满意了。 比方说，因为情也好，因为钱也好，最后呢，他选择要跳楼。在跳楼之前，他会只跟那个人说：“你再不答应我，我就跳楼了。”这种情况下呢，哎，一失足，啪，掉下去了，这个自杀了。这个另外一个人是看得见的呀，因为他自杀，他一定要震撼一个什么东西，震撼谁呢？就是震撼对方那个人。而你看，许一章。 家里没有人，一个人都没有，他自己跳下去了，也没写东西，也没说话，也没任何的呼吁，就跳下去了。这根本就不符合自杀的这种原则、原理、心理状态，什么都不符合。再有一个人从楼上掉下去了，难道司法警察不做一个侦破吗？ 怎么当天第一时间媒体就宣布这个人自杀身亡了？媒体从哪儿拿的消息啊？一个人死了就是一个案件，这个案件难道不要去侦破一下吗？不要去推断一下吗？怎么就宣布这个人就自杀了呢？所以这些种种的现象呢，都告诉我们，这根本就是一个事先安排好的事情，不是自杀。 其实，在台湾还有一个人跟他的案子很相像，就是李欣。这几年前的事情了，曾经有人问过我，那个时候呢，我看这个事情呢，我一直在看，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只是朦朦胧胧、朦朦胧胧的话，那时候不好下定论。问题是在这儿了，所以结合这个许议长的事情，再回头看看李欣那个事情，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自杀呢，有一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啪一宣布自杀身亡，完了结束了，不用再调查了，你不许调查，他也省事了。如果像以前国民党似的，弄一个人失踪，或者尹清风跑那什么海边上捡到一尸体，这个时候呢，还得查谁把他杀掉的，谁把他的尸体运到那海边的。现在呢？ 民进党玩的很，直接就是不查了。你自己死的，结束了。直升机撞山结束了，李欣跳楼结束了，徐一长跳楼结束了，不用查了，永远都不用查了。这招玩的确实跟过去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还真不是这么玩的。当然，拉法叶舰那个案子，也有很多人在法国也好，在什么地方也有自杀，都是自杀。 所以台湾这个玩的也是，其实明眼的人稍微一分析是能看得出来的，这个不是自杀，但是呢一直都在玩，玩到现在，在光天化日之下又来了，这真是无法无天了。所以关于许议长这个事情，我觉得网友们的讨论激烈，这个反响激烈，这个也正常，因为挺简单的了，已经到现在已经不复杂了。 哎，现在我倒是引出一个话题。此时此刻，韩国瑜从一月十一号到现在到六月六号，乖。下边韩国瑜继续还要保持乖吗？还是说许局长这个事情已经暗示了韩国瑜，你要不乖的话，你也是第二个许局长，是这样吗？我觉得这个问题倒是我突然今天在想的问题。 寒要做点什么吗？要说点什么吗？还是乖乖的就缩起来永远乖了？这个话题我倒觉得今后可能我要关注一下。好，这是今天第一个话题。第二个话题，有一些朋友们给我发了一些简讯，关于这次罢韩的事情，有一些信息呢，我和大家去分享一下。 第一个简讯呢，我们是看一看，这个是在绿营之间，绿营之间他们有一些传递信息的传递，有一些聊天我们把它给大家展示一下。我们看这个第一个简讯呢，是说因为霸寒有五十多万年轻人在春节前将户口迁到了高雄，很多家长们都很生气，说孩子。 无故的把户口迁到高雄，而且呢，还可以到高雄玩多日，免费的玩，都是不用花钱的。当时他们对这个不是很理解，现在他们明白了哦，原来这帮孩子的户口莫名其妙的给挪去高雄了，是用在今天罢韩用的，有了这个户口就行了，到高雄玩两天。 难怪这两天朋友们说，前往高雄的所有的，不管是捷运也好，bus 也好，都满满的。原来这个计划在春节之前就已经实施了，已经在开始了。也就是这样一个计划已经在制定了，也就是把这些年轻人户口从其他的城市挪往高雄，然后在六月六号前后这一周之内。 有人给他们钱，让他们免费到高雄去玩一玩，玩完了以后呢，户口再挪回去。哦，是这样干的呀，五十万年轻人，谁干的？政府干的。年轻人自己爸爸妈妈都不知道，户口就给挪走了。原来是这样玩的啊！这是一个简讯，和大家进行一下分享。第二个简讯呢，是绿营之间他们的一个谈话。 我们看看这个是怎么说的。第二个简讯，这个人呢应该是李丰安还是李义安？这个字不是很清楚啊。这个人他的工作证呢是高雄市第三届市长罢免案投票所投开票所工作证。这个人呢是管理员，他的编号呢是一千六百六十一号。 好，这个是高雄市选举委员会发给他的工作证，也就是这个叫李丰安的人呢，他是在一千六百六十一号开投票站的管理员。你看，接下来他这句话是怎么说的？他说：“我已经私下拿了一叠盖同意票了。”就是说，他已经拿了事先拿了厚厚的一叠。 罢免韩国瑜同意的票已经盖好章的了，他已经拿到了。也就是说，他们这次灌票呢，因为吸取了上次的教训了。上次他们放在纸箱的夹层里边，所以把这个纸箱运往开投票所。那上次已经被揭露了，揭露以后呢，所以他们这次改了。这次你要去检查纸箱，还真没有夹层了。他们不这么干了，他们怎么干的？ 他们把这些票事先灌好的这些票，由这些选委会、高雄市选委会的选委会的委员工作人员，由他们亲自带到这个开投票站里边，在点票的时候呢，哎，从他们的包里就出来了。那时候就瞬间进了这个投票箱。也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朋友虽然去有现场监票。 但是现场监票，你不可能从早上八点监到晚上八点，你中间总要去吃饭，总要去上厕所，你不可能眼睛永远盯着那个地方吧？那我们这个网友他去了，他监票了，他说就他一个人，其他都是绿营的，所以他一个人呢，不可能完全全程监，他已经很认真在工作了，但是呢，他发现了一个迹象，什么迹象呢？ 就是桌子上有一叠没有被领的票，没有被领的票呢。最后在点票的时候呢，他们不看这些票，他们只点箱子里边的票，而箱子里面的票呢，点出来一千多票。而这个监票的人呢，他在那儿监了一天呢，他绝没有看见进去一千多人。但是呢，他说桌子上还剩这么多票，我们为什么不点这个票呢？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 比方说，我们这儿有两千票空白票放在这儿了，被领走了五百票，还剩下一千五百票在这放着。如果我们点一下这个剩下的一千五百票，我们就知道那边其实只有五百票，对吗？这很简单吧？好，根据他的描述呢，他提出来为什么不点这个空白的票？人家不理他，所有绿营的人不理他，根本就不理他，人家直接点箱子里面的票。 而箱子里边的票呢，又点出来了一千多票。如果把箱子里边的票一千多票，如果要点这个没有被领走的空白票，加起来这就三千多了。这显然不对吗？所以这个动作呢，也告诉我们，他在现场监票，他监不出来。为什么呢？人家已经几个人在那箱子一围，从兜里边哗哗哗已经进了那个投票箱了。 盖好的啊，已经盖好的，事先从外边领进来的。而这个监票人员呢，你没有办法全程监督，因为他就一个人，没有第二个人。如果有三个人的话，还可以轮班。他就一个人。他说蓝营根本就没去人，他是自发的，完全自发的到里边去监票的。所以呢，这次韩国瑜罢免案呢，又是一次灌票，而且他们灌票现在的手段玩的越来越高。 你发现这个了，他们就干这个。他们反正能让你做不到。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韩国于自己的阵营没有一个人监票。这个人，这个朋友，他是自发进去监票的，而整个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是绿营的人。人家随便身子一挡，我这腰里的票就进箱子了。很简单，他一定能从箱子里边点出一千多票来。至于那边领走了多少，剩多少，那不重要。 这儿一点一报，跟那边数早就通好了。你这个投票站给我开出一千八百票来，他就开得出来。你不用去看那边，我们这位朋友在里边监票呢，他还是真的挺认真的，和看身份证，还把口罩摘下来。这块你看不出来，猫腻都在那个箱子那儿呢，都在站在箱子旁边那个人呢，那个人身上灌票的票全在他身上呢。 你看，这个就证明了他们事先已经由这些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这个灌票的票给带进去的，警察又在外边保护他们，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办法去戳穿他这个内幕。这个东西就只能靠他们内部这些人把这些文件信息暴露出来，只有这样了。啊，这个是关于灌票。 一个新的灌票手法又展现在全世界人的面前了，是由选举委员会的工作人员把这个灌好的票给带进去的。这样的事情还能发生啊？太可怕了！这个事情。好，我们看下一个简讯。下一个简讯是这样：这个人呢，叫许愁花。愁，我这记，我这音可能发的不准啊。 愁还是周啊！他们绿营之间有一个对话，他们说：“现在还剩下卢秀燕，是最后一股外省红统势力，看能不能在年底将它铲掉。”这句话就是说，在他们的绿营的眼里边，现在已经把韩国瑜铲掉了，下边还剩下一个卢秀燕，他们计划是在下半年把卢秀燕给铲掉。 也就是利用所谓用同样的罢掉韩国瑜的方法，把卢秀燕罢掉，也就是把卢秀燕做掉。之前他们已经启动了，后来他们发现，罢卢秀燕和罢韩国瑜不能同时进行，这样他们的兵力不够。为什么兵力不够呢？他们要把以往高雄那五十万年轻人的户口现在移到台中去。 这个需要时间，你看，春节前五十万的户口挪向了高雄，从现在到年底也得给他三四个月的时间呢，所以他们会把这五十万的户口挪往台中。当这个五十万户口挪过去以后，准备好了，他们就开始在年底把卢修燕给铲掉了。这个就是他们的下一步计划。在这个计划里边，大家有没有发现？ 没有侯友谊，没有柯文哲，也就是在民进党铲掉这些国民党的市长的计划当中，两个人，一个是韩，一个是卢，而侯友谊不在他们的铲除的名单当中，柯文哲就更不在了。柯文哲本身现在已经就是他们的合作方，所以民进党的这个计划将来。 一步一步的就把所有的和他意见不同的人彻底的叫铲掉。这个词呢是他们说的，我们觉得这个词对，其实就叫铲掉。之前我们把它说叫做掉，实际上在他们的脑海当中呢，就是把它给铲掉，一定铲掉了。只要他们出手，一定铲掉了。所以现在注意观察一下。 有几十万的高雄的户口年轻人的户口将陆陆续续的转往台中，只要这个动作一发生，注意台中的那些市政府的官员们，你们应该能看得见，你们应该知道，最近台中应该突然的进入了几十万的年轻人的户口，如果这个动作真的发生了话，那这个炉。 势在必行，被铲掉。中选会在他手里，警察也在他手里，司法也在他手里。韩国瑜玩了三次施法上诉没有用，没有人理你，你随便上诉，说铲你就铲你了。所以下半年呢，我们再看看卢秀燕这个戏已经定局了，只要他想铲，一定铲掉，除非现在卢秀燕一百八十度大转弯。 马上跪倒在石榴裙下，马上跪倒在民进党的膝盖底下，很可能能保住这一届的市长。也就是说，卢秀燕现在彻底的屈服民进党，和侯友谊一样，反过来帮助民进党做一切的事情，铲掉国民党那些还有反抗的声音。卢秀燕可以把这一届市长做完，就这一届。 做完也就完了，你就不可能再有了。我们看看卢秀燕她怎么做吧。估计我想有可能他会配合民进党去保住他的官位，这样的可能性我看了好像有百分之六十。好，这个事情我们再看一看，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再有下边这个简讯呢，就是他们民进党那个人的一些 Facebook 他的一些资料哈，有有朋友。 传给我，我只是和大家分享一下吧，证明这个人是谁。最后一个话题呢，是大家这两天有说去王浩宇那个地方去抗议示威，也有说周末要去抗议什么罢免蔡英文，因为他们说要罢免王浩宇、罢免蔡英文。当然，这样这个心情呢，我是可以理解。不过，以我的见解，这个有一个。 方向性的错误，什么错误呢？韩国瑜不是被罢掉的，韩国瑜是被做掉的。幺幺幺被做掉，六月六被做掉。因此，如果大家要想罢菜的话，你要知道你有没有做掉菜的本钱。怎么才能做掉菜呢？中选会不在你手里，在菜手里。 整个的立法院都在蔡手里，所有的司法都在蔡手里，这些是做掉蔡的基础，而这些一切一切呢都在蔡手里。你就看现在这个许议长死这个事情，老百姓愤怒，老百姓非常的愤怒，但是你看上边，你看整个立法院国民党的立法委员有没有愤怒的？ 到现在我没看见。你看看上边这些市长们，除了民进党以外的市长们有没有愤怒的？到现在我没看见。侯友谊愤怒了吗？No。卢秀燕愤怒了吗？No。柯文哲愤怒了吗？No。所有的市长、所有的立法委员、所有的行政官员、部长们、行政院长们、局长们。 有愤怒吗？一个都没看见。我倒看见在网上有很多的老百姓，他们在说话，他们在愤怒，甚至他们上街去抗议。这个就告诉我们，整个台湾的上边上层这些官、这些官僚们，都是一个政党——金光党，他们不会愤怒的。为什么不会愤怒？他们就是要保住自己的官儿。 他们敢愤怒，官儿就没了，就像韩国瑜一样，只要你敢说一句话，没了，给你做，给你铲掉了。这个是台湾未来非常可悲的一个景象。我们可以看到，民间有一些愤怒的情绪，而上面一点都没有。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说说最前面这个关于韩国瑜哈、啊，韩国瑜下礼拜就走了。 我倒是今天觉得应该问问韩国瑜，是继续乖呢，还是应该说两句话呢？我们等着看吧。好，今天说到这儿，谢谢大家，再见。